你知道柠檬水还可以在运动用在运动之后啦。哦，如果真的大家喜欢这么喜欢喝柠檬水的话，觉得它这么健康的话，因为柠檬水里面有一些柠檬酸，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运动或骑脚踏车啊，到外面去马拉松啊，你可能回来的时候容易腿退，容易脚酸的话，那它确实可以帮助一个乳酸的代谢稍微快一点。所以喝一点柠檬汁，喝一点柳橙汁，喝一点葡萄汁，那柠檬酸的东西可以让你就是比较不容易，对，比较不容易乳酸堆积这样。所以运动就是要搭配水很重要。